查查会查。阮查心啊，大家好，讲到罗汕粿咧，因哩水螺、水螺、水腌食的汕粿，系讲系因哩传统粿曲，最本因熟食的一条粿曲。闽南讲的罗汕粿系汕粿子的爸爸，根本嘅因哩强下内用乌克丽丽摊着了条，好冇强用凤粿的罗汕粿。二年根本嘅粿曲以前呢，因哩先来本因哩收集听通一下，爬格子。好，大家记得哦，大拇指顶着这个琴颈后面，顶着以它作为支点哈。好，转回来看，右手用我们的大拇指，用指腹的部分来弹，哦，声音才清亮，太深的话就很不好听，要侧面一点点啊，指腹比较清亮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爬格子练习喽。首先，食指压着第一格第一弦，中指压着。第二格也是第一弦，第三格也是第一弦，第四格也是第一弦。好，我们在第一弦上面爬格子。好，右手大拇指平均哦。好，然后接着第二弦，第三弦，第四弦。好，这样的动作反复多做几次。让手指运动一下，放松一下，我们的练习才不会扭到哦。接着我们就赶快练习我们的新歌吧。哦，今天你为了练习的够 QS， 你传统汕台条最资深的这首歌曲《罗汕粿》。今天你罗汕粿，其实罗汕粿了它够 Q， 用乌克丽丽弹奏是非常自由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乌克丽丽啊，他帮老三哥这个这么自由腔的歌曲伴奏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玩一些趣味性的东西在里面。当然，首先呢，我们一直都很少练习单音的部分，今天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些单音的练习哦。好，不过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来介绍的这今天这个重点和弦就是 E咪和弦。这个和弦可能是第一次看到 E咪和弦哦。它呢，过去我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一二三格里面，今天呢跨到第四格来喽。好，我们跨到第四格来，首先要怎么摆我们的手指呢？好，一样把这三只拿出来。罗汕粿哈啊，虽然我们学了新和弦，不过呢，今天这个罗汕粿一个和弦我们就可以搞定它。我们把我们的无名指按着这个第三弦的第四格，今天跨到第四格来了，第三弦第四格，然后呢把我们的中指按在我们的第二弦第三格，接着呢是食指，把它放在第一弦的第二格。好，这样这个就是一个E咪和弦。E 麦也是一个很哀怨的，跟 A 麦也是好朋友。今天呢，我们用这个 E 麦调来唱我们这个老山歌哈。其实平常我们常讲说，老山歌啊，拉哆咪拉哆咪。今天它换到 E 麦调，那我们就是咪嗦西。好，在我们右手呢前面这个地方哦，我们来做一点点酝酿。咪西咪嗦西嗦。所以老三哥的感觉出来了，再一次哦，咪西咪嗦西嗦咪，其实就是我们本来常讲啦啦咪啦哆咪哆啦这个罗汕粿的这个唱名哦，换到了E咪调来啊，比较适合男生用乌克丽弹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用什么歌词来来唱这首罗汕粿呢？我们就用扎茶微扎抡茶行。皮皮扎落丢上金哦，这个两句来唱这首歌。好，我们就用重视情绪的铺陈哦。所以，扎茶爱扎。因为
你楼上个会欠上嘛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一个铺陈。再一次哦，扎茶会扎。舔伤，舔到一个地方停下来。暖茶心啊，让你的拨弦去跟着你的舔伤哦，一起停止。好，下一句哦，皮皮流。咋来呀丢送金啊，很美动简单。其实罗山歌因为any 传统的曲调，它非常重视的是自由，然后非常豪放的这个键上。那我觉得乌克丽丽的功能呢，其实就是来辅助它，让它的这个键上可以非常完整的唱出。好，我们来完整的听一次。扎茶会扎，暖茶心啊。皮皮流，咋来呀？就丢送金啊！我记得喽，欠上的时节喽，是随意的拨奏你的E minor 和弦，是有安尼罗山歌的感觉咯。好，今物呢安尼乌克丽丽的弹奏，教学是哆啦片，好，安尼下摆讲落了哦。